大家好，欢迎来俏美食。今天用鸭肉来做好吃的。首先把鸭肉清洗干净，沥干水分。这个是已经去过皮的小芋头，现在把它清洗干净。锅内油烧热之后，把鸭肉倒进锅中，开大火翻炒，把鸭肉炒香。炒香之后加入姜片，继续翻炒。紧接着再加入香料。香料炒出香味之后，加入一点酱油，上一下色。翻炒均匀之后，加入清水。现在把它转进砂锅来炖，这样鸭肉炖的会比较烂。大火煮开之后，盖上盖子，转小火炖40分钟。40分钟之后，加入小芋头，食用盐，搅拌均匀。再加入一碗小木耳，盖上盖子，开小火继续慢炖20分钟。出锅前加入一把小葱，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小芋头的营养非常的丰富，能够排毒，还能增强免疫力。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做给孩子吃。喜欢这道菜的朋友可以动手试一下。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次见。